友，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卷尘俗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
在心陪伴你。过着好年，新年发财，恭喜恭喜，红包进来，过新年快乐无得比，过好年欢乐又一年。今年大发财，恭喜今年大家发大财。嘿哟，祝你今年大发财嘞！财神给你坐在在，财神呀嘞，笑嗨嗨嘞，财神给恁发大财，新年快乐，顺顺利利，身家大赚，一份万利，恭喜你，大吉大利，祝福你万事如意。今年大发财，恭喜今年大家发大财，嘿哟，祝你今年大发财嘞，今年大发财嘞，大发财，谢谢。谢谢李世门为我们带来优美的歌声，把今晚唱响。大家给个鼓励掌声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唱一首《感恩的心》，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长辈们把我们抚养长大。原来是偶然，像一个征途，有谁看出我的坠落？未来之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水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见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长夜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下一刻呼唤我，天地水宽，这条路且难走，我看见的人间坎坷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长夜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谢谢，谢谢各位理事们。是的，感恩的心，让我们今晚上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今晚上把生滨海区大眼红氏家族会第八周年纪念及孝亲敬老晚宴，大家好吗？筹委会主席、大会主席以及来自各位四方八面的各位们，大家好，我是今晚的司仪洪爱维，很高兴今晚在这里见到大家。首先呢，我要代替主人家欢迎各位，而且跟各位说。冬至快乐，恭喜发财，希望明年大家都过一个好年，好不好？好不好？好。Majlis ingin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YB Tuan Hasnu Baharudin Subaya sebab sudi menghadiri majlis ini。各位，请以掌声欢迎茉莉州议会员。YB Tuan Hasnu， 好，我所知道的，除了今晚，除了来自本地的，还有很多来自外地的。那么呢，在我喊到你们的社团的时候，请大家举手，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首先呢，我们有来自雪兰莪红氏公会的，你们在哪里？哎，在那边，欢迎你们。还有关丹六桂堂的，关丹六桂堂的，哎嗨，欢迎你们。还有中马六桂堂，欢迎大家。明都鲁六桂堂的周青会，哎，在这里飞漂洋过海。哦，还有嘞，思无六桂堂跟笨珍六桂堂的也是漂洋过海来，欢迎大家。接下来，威南吉年吉南六桂堂青年团在哪里？还有柔南六桂堂宗祠跟柔北六桂堂宗祠。哦，在那边，好，欢迎你们。还有远道而来，来自新加坡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哦，在这里，好，欢迎大家。